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解这个不等式啊，它底是大于一嘛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会比这个小，叫 x 平方加 x 会小于二啊，也就是说哈、哦、，s 平方加 x 减二，它是小于零的，这可以因式分解，1121，是正的，是负的，所以这个因式分解以后是 x 加二。x 减一呢，小于零了，所以好，那 x 哈、哦，把零点取出来，哦，这个是负二，这是一嘛，就正负正，它、啊、小于零，所以是取这里，所以 x 小于一大于二大于负二，我说 x 哈、哦，它是小于一呀，大于负二，